有请前台北县长周锡玮周前县长这边请，同时邀请新北市陈纯进副市长，还有我们台北市洪振声副市长，欢迎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北捷运公司陈建宇董事长，有请董事长来我们前方有请。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台北捷运公司李文宗董事长，欢迎。台北捷运公司沈志藏总经理，欢迎。接下来让我们邀请新北捷运工程局长李正安局长，有请局长来到我们前方里面请。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台北捷运工程局张泽雄局长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台北市柯文哲副市长，有请。以及我们新北市侯友宜市长，有请侯市长，我们这边请。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交通部林佳龙部长。最后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有请小英总统来到我们前方。同时在这边也要麻烦所有现场的媒体朋友，待会帮我们共同来捧着这历史性的一刻，在这边要麻烦所有的长官及嘉宾帮我来举出您的一只手，放在我们按钮的上方或者是旁边，我们先不要按下去哦，我们先一起看一下前方。那在这边好，麻烦大家先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机，正中间相机好，我们首先不要按下去哦，待会在倒数3秒钟之后再。